来刷来嘛是南投的消息，有一间私人企业要伫咧南投埔里的一心里来起大型的观光旅馆，地方是真担心会影响到当地产业甲白鱼的生态。在地乡亲的诉求是请财团停止开发，幸福民众好山好水好所在。财团阿爸，财团阿爸。财团开发观光旅馆含农业设施破坏大面积的森林山坡地，埔里镇一心向善合成共生的里面来到工地游行，夹白布条抗议。我的诉求就是民生用水、灌溉用水，以及我的生态保育。不过咱赶快嘛是要顾着咱的环境。在地人发现业者已经挖八口水井，未来大型旅馆的兴建案中，阁有两口深水井的计划，安尼对水尾的民生用水有真大影响。而且业者用小规模开发，规避法令。限制严重破坏水土保持。开发完之后是整个串联起来的，所以这个案子是一个50公顷以上的案子。业者无明确的回应，要如何解决问题，引起在地人的不满。我要求县政府停止他们所有的申请案件。在地人强烈要求财团停工，幸福民众一个好山好水的好所在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